2022新北欢乐耶诞城巨星演唱将在12月10号以及11号2天盛大开唱。当天从晚上6点到10点，预计将嗨翻市民广场。2天的演唱会共计有20组巨星轮番上阵，搭配国际级的演唱会规格，势必让耶诞演唱会再创下游客造访纪录。3、2、1，请接动。2022新北欢乐耶诞城正式出发。演唱会活动主持人黄子佼和连续参加10年的歌手毕书尽联手启动今年的演唱会，很荣幸哦，八年了，八年了，不容易哦，哎，真的不简单，真的每次到这里做新北欢的耶诞节都像回娘家一样，真的是，因为一年当中我最喜欢的节日呢，确实就是圣诞节、耶诞节，所以很谢谢新北市的邀请，今年在2天会有。总共6个搭档跟着我主持，对，我现在讲了吗？说吧。OK， 包括了我们时尚玩家啊，第一天就是有威廉，还有朵拉，还有丰田，朵拉丰田。那第二天呢，就是有大文，还有林莎以及李毅，所以66大顺啊，加起来很阵仗很大的主持群。在记者会上，同时揭晓今年的演唱会双压轴卡司，2022最强卡司，雪白世界里邀你开趴，4大压轴。韦礼安、动力火车、蔡健雅、少女 ISO， 20组唱将，冰雪耶诞城最热血的歌声。12月10日、11日，新北欢乐耶诞城巨星耶诞演唱会，包括了12月10号的金曲歌手韦礼安和动力火车，以及12月11号嘻哈男神瘦子，还有金曲歌后蔡健雅。而演唱会呼应今年的雪白城堡主题，以冰雪奇缘来作为设计的概念。新北欢乐耶诞城迈入第12年，被列为是世界50大必朝圣的冬季庆典。年轻朋友最期待的就是每一年的盛大的这个演唱会。今年我们在12月10号到11号这个周末，我们特别有一个等于是说雪白之城热情的这个圣诞的这个演唱会。刚刚我们主持人也跟我们介绍哈，我们大概有20组的这个演唱的团体，包括有金曲奖的歌王歌后，还有一些动唱的这个团体，他们都是年轻人所喜欢的。每年都吸引了无数国内外旅客朝圣的新北欢乐耶诞城，从开城以来创下了单日4万人造访的纪录。耶诞城的巨星演唱会，同时也为全台民众在岁末年终时带来惊喜。